哎，我们这次又来到台中市来寻宝喽。这次地点呢，我们比较靠近的是台中的东北区，这里收宅呢有这个台中的后花园美称的大坑区。陈陈，嘿，告诉大家，东北有什么？是，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超市也有镇台宝、黄金传奇，它不得了。哎，我发觉你的对不起，怎么样？赛前躁郁症怎么比我还严重哎，很奇怪。其实这个症状是其来有自啊，因为我想有一种感觉是你永远不会懂啊。我不如这么说吧，当两个队伍啊成绩差异太大的时候，就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跟我风吹凉啊。凉啊！这里是大坑餐区，当然有点凉啊。不过曾国成，等一下，当你看到你的队员都是菜鸟，我的都是战将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凉呢。不过还好啦，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开场的地方呢是中台医护技术学院，看病很方便。走，来来，带你去挂号，来来，跟小护士挂号。来这一招，想搞我没有用。他死到临头还不晓得，搞清楚我们今天好不好？蓝队 ，OK， 打开关节动起来，蓝队蓝队得金牌，阿伯。哎，他真的病得不轻哎，不过没有关系，爱跳舞，待会儿呢，我们今天学路线让你跳个够，来了来了，去看病去看病。哇，这红队真的全是战将吗？听听每次他们都把自己队搞得像战场的铁头怎么说。今天的这一战关系到我跟 David 的友情，我要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哎呦，这火爆的铁头配上过动儿王耀庆，红队今天可热闹了。 David 自己多保重。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台中，我的心情也跟天气一样好，所以今天蓝队要倒霉了。看到了，丁宁也在红队呀、啊，这个倒霉的不知道会是谁。其实那、也不要太紧张啊，反正我们录影就是交朋友啦，那大家放轻松。我一直跟我队长讲说，放轻松，放轻松。可是他就是很紧张，他觉得有我在更紧张。但是就是哎呦，我们是来这边交际的，又不是干嘛，对不对？大家放轻松哈，不放轻松看嘛。太过客气了，丁宁，有了你啊，蓝队真的很轻松。看看新朋友黄丽杰，他可有信心了。大家好，我是丽杰。今天蓝队看到没有？以我的身手，红队不够看。来过一次的李永贤，今天能不能打破鸭蛋的记录，令人期待哟。大家好，我是李永贤，今天算是我第二次来上这个节目。那因为第一次我是跟 Debbie 姐一起的，然后我们是输的，所以我今天学会，我今天就是要跟晨晨跟蓝队一起做，所以今天我们要成功，要加油加油加油，耶、蓝队唯一的硬底子老队员嘉颖，今天会不会帮晨晨再添一胜？大家猜猜看喽。今天看到我的颜色了吗？我已经不再是蓝队了。红队，你要小心喽！再见喽！黄金规则是两队以中台医护技术学院为起点，同时进行台中市东北区体验寻宝。使用有求必应金牌的是执行黄金任务，每条路线各有三道关卡，每过一道关卡可以获得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进入宝藏箱的藏宝处，优先开启宝藏箱的可以获得5万元的奖金。来，现在我们选路线。听说这个谜面最简单，这里面最难，了解吗？轻松解谜，有没有？他只要赶紧写轻松，就是轻松，就是轻松，一定死。这要用脑子，对我们来讲难吗？难啊！难嘛，一定难。难，什么？对你来说，因为很难哦。他在啊，这外人。对啊，外人是外人。没事，我们一个外人，一个新朋友。终极十足好技巧，有没有？手舞足蹈，好运道。唱作技巧好骄傲。骄傲。对不对？我是扑朔迷离。所以这个我们分配的好。好，我选好一个 B， 好，加油，把五跳，把选 B 选到，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好，口不吃力最地道，手能伸巧最环保，儿时继续最耍宝。B 路线中气十足好技巧，手足舞蹈好运道，唱作俱佳好骄傲。不要考虑，怎样？真的，因为我是觉得没差，对我来说是没差，是不是？不要考虑了，对，不要考虑了，有气势一点好不好？对，不容易再把气势拿出来，好。
压过他们的气势，好不好？我示范一次啊，什么叫做气势啊？好，好不好？来示范一下，叫，好不好？好。哎，你们那个怎么叫气势啊？看一下我们的气势，好不好？把他们压过去，来，一二三，加油！给。民国87年改制为学院的中台医护技术学院，替国内啊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医护人才。除了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当然还有更多活泼的社团，让这些钻研医术的学子们放松身心。今天红蓝两队啊选路线之战，将和有氧舞蹈社的同学一块儿动起来。所以呢，待会儿别忘了跟着我们一起跳一跳哦。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学舞蹈。大家好。好，黄金传奇是全国观众，大家好啊！我们全体艺人也给他一个嗨，预备起！我们要给学生一个嗨，不要了。所以我叫他讲话在干嘛？我最讨厌有人打扰他讲话，因为你给我。他们非常的幽默。这个地方创校已经有36年的历史，我们就是在专业技术以及人文关怀这个教学理念之下呢，要迈向明日的科技大学。那我们怎么样这个进行？那我们预知真相呢，怎么样探索呢？就由你们自己去摸索了。好，来，我请蓝白两队来看一下你们今天。蓝白两队，学长中暑了，各位。蓝红两队，红蓝两队表演自创之有氧舞蹈，金线长红线平台最具力与美的得票数多者可优先选择路线，耶！自创。那就祝你们这个一路顺风啊，一马当先，先取得点。谢谢，这样对不对？学长对我们太好了，来给我们学长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欢迎他们。飞嘛，一个人往上飞，开玩笑啊！没有，就踏我们脚，然后只是跳出去一个跳高的动作而已。OK 的，你试试看嘛。真的吗？对，你只是踩，然后往上跳而已。来，来，撑住，撑住，走。等一下，然后呢？对啊，跳。然后就我把你抛起来啊。不可能啊！跳。然后呢？走，往前跳呢？又往前跳。对，只是往前跳而已啊。往前跳。三、四，然后再来，好，再来就起来啊！再来就起来。6、7、8，你们在前面，1、2、3、4、5、6、7。八。太复杂了，我记不住。好，经典，那你们准备开始。1、2、3、4、5、6、7，1、2、3、4、5、6、7，转回来。那我们往后，我们往后啊，你们往前啊，这样子有一个交错。哈哈哈哈哈哈！
起，会不会？哎，快点吧，成败就在你。对，我会，我 OK， I'm OK， 来。我的没有，我的。想吃鲜肉有没有？就帅气就对。好，放音乐给你们练。好。Are you ready? Sure. 准备好了？当然。掌声欢迎我们，好不好？先选路线了，对，我们让蓝队先选，好不好？我们先选，加油！哎，再再再来，再来！五六七，请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来！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位蓝队的一员。
线，应该的。好 ，B 路线啊。靠进来。朱茵缇。真的都没有底的话是不？哎呦，跳得快，中暑的蓝队啊，终于拿到了宝贵的第一份名面。这是个英文题，一起动动脑。地铁乌路的地是乌，它的地就是乌的乌路。好，那是什么呢？就是要请我们来。哦，我的汗已经开始在乱飙了。这个叫孕妇体验装。哇，什么叫孕妇体验装？它没有很重啊，听说有十斤啊，十斤啊。哦，这个我会，这个我会。重啊。好，那当然女孩子我们不能给她这么重哈。好，我们有准备了两个哭泣娃娃。哦，好。哎，那我们的惩罚呢，就是要请我们男跟着，好跟着这个我们的同学来跳一分钟的有氧舞蹈。好，来。再来一个，你给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怎么考？古典的古有没有关系？古典小学。我们用那个什么好不好？用金牌好不好？好。对，天灵灵灵灵灵，黄金吉吉竹灵灵。满山翠绿竹林是大坑的特产，所以吃竹虫料理很营养的哦。要全部吃完吗？耶。哎，这补哎，蛋白质哎。哦，好香哦。吃完。赞赞赞。我吃你吃吃它还可以炸得更酥一点，快可能炸一段时间了。对，哎，惩罚完了，拉完了，快快快快快快线的谜面比较难，当然要动动脑了。陆地的英文是 land， 动呢是 hold， 把动的尾巴去掉，放到 land 前面，变成了 Holland， 也就是荷兰了。在国内制作荷兰风车是喜欢旅游的姚先生游遍欧洲时所引发的灵感巧思。经过他的设计改良，风车呢除了当作美观的指标，更是一件迎风摇曳的艺术品。待会儿呢，蓝队就要造访姚家山庄，也来学学风车到底是怎么做的。同学，飞飞好壮哦！谢谢。打破砂锅问到底啊，有没有底？A 路线呢是轻松解谜，所以别担心了，这只是个简单的注音题，一定猜得到哦。破乌哦破啊！雅歌花园。雅歌。雅歌花园。真的吗？走啦！雅歌啊，雅歌。对了，雅歌。好了，出发，走。波。歌舞。打嘛，歌打嘛，歌。对啊，打下面啊，锅哦破啊，阿锅啊，阿锅啊，哥打破锅啊，好聪明哦，哥，等一下亮，因为这是锅屋哦锅嘛，锅破的，锅底破了嘛，底没有了嘛，他们是哥屋嘛，菇嘛，有哪有菇香菇？以前香菇农场，还有灰底锅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很错，在这边啦，要不要改？香菇农场可以改吗？可以改啊，可以改吗？林大哥，我们要改，要洗手，不要去那个。宜城香菇农场，去香菇农场，谢谢。好吧，我们去香菇农场，好不好？对，确定。好不好？谢谢。是的，因为我们在三分钟之内改路线，路线应该是 OK 的。要下车吗？六，我们改对了就不用啊。三，对了就不用下车。二，一，香菇农场，谢谢。下。还不对啦，对啦！呀！哇哇哇！哪个啊？大声哑巴！无聊。还好你们回头是岸，不然这么简单都解不出来，还要比下去吗？锅的底破掉就是把下面的注音给去掉，剩下菇，答案就是香菇了。在市政府农林科的规划之下呢，大坑啊正在转型为观光农业区，而香菇正是这里的优质农产品。合宜的气候土壤造就了香菇鲜美的口感，而土鸡城发源地的大坑啊，遍地的放山鸡更是这里的一大特色。这些悠闲的山林野趣，待会儿让红队告诉你。
什么动物？动物养了很多鸟啊，大丹国了，哈士奇大丹，白头发的，这个是大陆人，大陆进口，这个就新台币那个1000块的那个，这个鸟啊，雉鸡，雉鸡啊，啊，这是曾国城啊，大明星啊，我内人，这也是哪里引进来的？这里啊，这个是台湾制的，台湾造的。你好，大嫂好，大嫂好。哎呀，欢迎，你好，谢谢。这点肉都是我做的。你做了多久了这个风车？风车做是做不久了，大概3-4年前才开始研发。它能够转动，能够。刚刚我们那个摩托车也是我做的，自己拼装的。拼装的。你以前学这个电工焊接？没有，我独商的。独商的，纯属兴趣就是。啊，你呢？要制造风车的过程呢，有兴趣我就给您露两手，给您，哦，我要哪组，我给您介绍一下。欢迎黄队来到宜城香菇农场。快点。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那种超市的这种黄金传奇到我们台中大坑来哈。谢谢。那我们大坑是大家都讲说，我们打算说把它发展成台中的阳明山。那大家也讲说，我们台中的后花园就在我们大坑。那大坑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可是它我们的农产品是多样化的。那所以说，我们去年开始就开始有这种休闲观光带的这个规划哈，请了我们辅仁大学跟我们那个朝阳大学哦，帮我们做规划，大业大学做规划。那我们现在是朝向说规划说，我们因为离都市很近，对，离都市很近，我们就发挥我们的特色，就我们不用跑得很远到南投到南京，到我们这边来可以来做我们农业体验活动。那我们现在陈先生那边就跑那了。那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哦？进场环节啊。好。我们慢慢走，这里向到。哎，香菇这样大概需要成长，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个香菇包，香菇包开始装好，放在这个位置哈。四个月才可以把它打开一下，打开给它生长。啊，你们来体验一下采，怎么采？来教我们一下。哎，水桶拿来。那你要教我们怎么摘呀？大小有差吗？这个里面哦，还没。那你还把它摘起来？没关系，我是教摘起来，这个就可以开花就可以了。对，就可以摸进去就可以，就是从底下这样子。然后要从根部拔起来，对不对？不行，浪费。这个可以重复使用，可以。这个开吗？这个部分是风车里面做算是最简单的步骤，大概就像每一个风车大概都有六片个叶子，六片大小。现在两两一组来各学钻一片，然后把它到时候把它组上去，我们简单完成，简单完成了。对，一个风车做风车的制造步骤。首先哦，因为我这里有模板哈，你就到照这里给它画圈，然后再肚子收缩。那是山洞的。喂。然后它这个哦，刚刚你做的那个有那个记号，啊，就是你们做的记号。这么难吗？来，哇，耶，好大！轻轻的，阿手不要太靠近。全部四个，全买了吧？很准哦，很强敲啊嘞。那也这高了。钻不进去，螺栓要正，螺栓歪了就会很难走。那个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你看我做的满头大汗。刚刚跳舞的汗吧。两边先固定了，两边先固定。停，你觉得哦？那只鸟可以活多久？我靠！
你把那个鸟弄成麻雀了，我操！手也是风车的一部分。没有，要么踢掉。嘿，这个头也有用。这样不要的。然后，可以做加工啊。这个有用的。对，还有用。这个啊，这个没有用。嘿，对，都可以。来，大家来试试看，试试看。来。这里也有了。哎，这个是还没有干燥过的。还没，下来的。像这个去蒂不要的部分做有机肥，然后这个做有机肥，然后这个是香菇头，这个香菇头可以做香菇肉啊，素食的什么香菇肉之类的。哦，对对对，一定的，有时候会。啊，这个坏了，这么重。好，好了，就好了。知道那个，我也吃过素食的肉干，对，肉干，那个很好吃。要用的是吧？这类是大小的，你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还是以大小？大小，大小，来往那里有。这样子过来哈。现在就先把它分级好了啦，免得干燥之后再去摸它的话，就没有超级，品质就会比较差一点。哦。没有，它有筛网大小。筛网。筛网一直过去一直大，没有。小的就先掉了，越来越大，掉下去。哇，看就可以。那我们下面就有哈，在这边，然后可以包装，就可以分级包装，在那个地方。哎，好快哦。哦，这样子对，就不会大小差太多了。对，它就把它吃好了。面面加较济啦，对啦，对。加较大，加较细啊。面加较有够啦。温度大概多少？现在目前这里有标。好，70度。70度 C， 70度 C。好吃。好香啊！哇。这个我已经分级好了，大小已经分好了。这已经可以吃了，对不对？不行，可以就是香菇的呀，可以吃了就可以了，可以啊，可以吃了，你慢慢拿，点点的啊，你看看没有关系，来就体验一下，对，来，哇，香菇头，来，哎，可是这是那个香菇头啊，这是香菇头，刚刚来的，对，它这个是那个干燥的香菇，可是这个香菇为什么有烤肉味啊？哪里烤肉味？香料，这个也是啊，来，哎，怎么？那个林小林，我们现在吃的是那个，你要知道的来。大餐前的小点心，好，小桌嘛。你们如果要吃大餐呢，要先经过我们考验。孤注一掷，来，主持人，这个弹跳，什么叫？对不起，弹跳，香菇，开始，准备哦，预备，开始。不是同时啊，那会打结了，笨蛋。快。来。这样吃不到了，乖，快点，哎呦，快，现在换队来不及了，我来不及，还有15秒，来用刚才那个方式来啊，哎呦，先咬到线，拉回来，快，八，七，六，对，五，快，吃得到，没有问题。时间到，对不起，然后太近了，待会要处罚。然后调整角度，要角度是不是它的那个叶片的角度，要对，一定要角度45度的角度，风才会打住。哦，哎，然后来上这个，这面喷的有比前面好。因为你的手跟衣服现在是一套，我不是一套。然后呢？你看他的脸，哎，这被我们弄得很好看啊！那这样，那等于就是一排完整，哇，完整的风车。哎呦，哎，你自己做的风车鼓励鼓励一下。一直从头到尾，差不多一台要做3个小时。好，那我们这边呢，要进行一个游戏，另外再进行一个游戏，就是跟这个风有关系的游戏，请来。风人月，轮流通过与风有关的考验，即可过关。首先第一个游戏，请派出一位，这个游戏名称叫吹蜡烛。来，吹啊！过瘾。六个，要一口气吗？还是可以？对，一口气。糟糕，七。七，哎，那个是本来他就会洗的。我刚他最后才洗的，这是七了，再一次，两个，哎，不错，耶，过关，两个好，你看那个嘴巴那个巧劲儿，我抢小嘴了，第一个游戏是最简单的了，好不好？第一个游戏最简单，当然还会笑，开出笑，最简单，对，这是最简单，你知道我一直流汗，第二个游戏。
叫做推卫生纸。那现在就是没有过关的队友，我们要去抓那个放山鸡，交给老板。香菇鸡，香菇鸡，好，走走走，好了，出发。香菇鸡，香菇鸡，好，我先。抓到队友，徒手啊，徒手啊，抓抓抓，就抓。快快！一起抓，一起抓。三只了！哎，那土鸡好肥哦！它为什么不咬我们？哎，成功了，成功了！哎，好肥哦！时间战斗力，时间内对不对？但是我们抓完了。你们太厉害了！陈老板说一般都抓不到的，真的吗？可是你们没有三十秒就抓到了。哎，什么？开玩笑，这鸡一看就知道他们没有录影过啊！不是，太紧张。不要看是什么人养的鸡了，这个鸡养跟陈老板一样，我这个他们都养了。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品尝，耶，走吧，大餐，耶，做大，这可不可以吉利啊？不错，哇，美女。帅哥，我介绍这个哈，这是哎那个香菇茶，这是什么？这是鸡蛋，一下，这个是鸡爪，鸡蛋，香菇炒三鲜，有哪三鲜？这是香菇啊，海参。鸡脖，哎，鸡脖，赏陈老板，这样就不对。来来来，筷子来，筷子来，没有筷子，没有碗，有来来来来来，先介绍一下，先介绍。红子鸡，嘿，香菇油也算第一个香菇，它这是先摸那个先泡嘛。哎呦，这样，鸡油菇，对，好香啊！来来来来来来，嗯，哦，欢迎你们到台中。这个香菇啊，哦。哦，一吃就知道是香菇了，香菇了哈。对，这个厉害，这个菇厉害。哦，我这鸡好吃。这个是青对香菇瓜子。瓜子。哎对对。鬼啊！瓜子。那个瓜子。哎，硬瓜。硬鬼啊！香菇。所以说，以后来我们这个伊藤香菇园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些大餐，又可以体验摘香菇的乐趣，这样。不好意思，科长都没有用哈，没有用，很忙哈。我真的比较常用了啊，是不是？要停留空中20秒，来计时开始。去高点的，太低了。开始。哎，这个游戏这样吹的好辛苦。这是第二个游戏，好放宽。放宽可以再。你们四个人只要合理10秒，好不好？计时开始。哎，有了。哦，有。不要急。又去那里了，哎，环境的关系，环境是这样子啊，吹到头都晕了。十秒就是不过嘛，好，好不好？第三个游戏叫做唱有风的歌曲，来了，对，一分钟哦，来计时，开始。风吹来的沙，好，一首，唱几首？10首啊，一首的。10分钟，要有风，不行，要有风。没有风，炸香菇，这个酥炸香菇。
这个也是台中市的名产哦，香菇竹笋汤。大家喝了知道，我们那个哈，不那个农民说，我们加入岛礁之后，我们怕不怕外国的笋子来？可是我们农民说不怕，因为他是说我们大坑的竹笋都是鲜食的，鲜食从大就算它从对岸来的话哈，好烫哦，它还是会老化的。我们就是很新鲜很嫩这样子，大家吃看看知道。我们开始想那个竹笋的香味。好好吃，好好吃啊！对对对。除了有吃，还有拿。啊，来来来，妈的，小客气小客气啊！来来来，这个还有这个，是这样，这个也是哦，妈也拿好，你要帮我们宣传，对不对？好好好。这米粉是发生了什么事？猪八蛋自己不吃。好嫩啊，连米粉都很嫩。哇塞！这米粉是发生了什么事啊？麻竹笋是台中市的，要命啊！好好吃，你们准备在那边吃到天黑？快点啊！不要浪费了，放屁啊！好好好！会不会啊？对啊！快点快点！神经病！ OK OK。好好好！好，你们吃的非常辛苦哈。来，这是你们的宝藏图。第一个是。恭喜骗吃骗喝的红队率先获得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好棒的屁股啊！哎，注视你啊！放心，他们为什么要有镜子嘛？镜子一定要看你在镜子里面的嘛。吃了满嘴油的红队啊，这是个英文题，用点脑儿想想数字镜子会有什么关系呢？不对，346。那比较简单啦，你们想的那么难干嘛？330。B。338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好，不要啰嗦。天灵灵，地灵灵。有请。不要，338嘛，最后是338。就是338吗？对，答案338。338的金融会是什么？833。831。好，不要浪费时间了，来了，来，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天灵灵，地灵灵，黄金姐姐努力。香菇吃不够，来点竹虫吧，很补脑的哦。这什么东西呀？一个人要吃几个？三只啊。一、二，这什么东西啊？等等，哎，为什么我觉得它还在动啊？好了，赶快吃了，赶快吃了，快，我吃了三次了。好，我一次放太多，你把我的三只也吃掉了。好了，对，提示是什么？吼、哦，有难来时各自飞呀、啊，红队真是让人担心呐、啊。这个简单的数学题啊，算出答案是338。不过电子数字的写法对照镜子会左右相反，变成了英文的 BEE， 答案就是 B 蜜蜂了。在热闹的台中市区啊，有一间小巧风格独特的餐厅，店内布置的陈设处处充满了巧思，别有风味。有一群用心环保艺术家喜欢来这聚会，利用简单的材料回收的资源，做成一件件最独特的艺术品。在环保意识高涨的新时代，回收资源再利用不只是经济实惠又环保，在不经意之间呢、啊，也许将来你会是个艺术家哦。装疯宅生肖，刚才你们一进门的时候是不是敲门啊？然后钟，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出发。那你只要30秒内能跑到那个地方，敲到钟声，30秒可以完成。你看我说压轴对不对？预备，开始。这关过关了，这是你们下一关的面，你们的宝藏图。恭喜红豆屋里面蓝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要去这里。带地图。
要去这里，到底是哪里啊？嘿嘿，这是个国字题，有个小陷阱，别想得太难哦。要去这里，去到 here。第二个是去五这个道理，去这里。我觉得脑子为什么是一片空白？为什么？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要去这里。我觉得脑子为什么是一片空白？为什么？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我想金牌的东西是这样，用方面是这样，对不对？会不会奖金会不会比较多？对不对？好吧，我想想。我让你知道说没有经验啊，要用跟我想一下啊。要去这里，这里是一个问号，是一个箭头在指向问号。零零零零零，黄金记录令，有请金龟子。配点西瓜刚好。来吧。不是吧？配稀饭吧。没有饭了。又用手了。你们这些人很奇怪，因为年轻人都用手在吃东西。这样比较快嘛。我真受不了你们这样。哎呦，箭头这么明显，怎么会猜不出来呢？这箭的头是竹，所以啊，帮帮忙，当然要去的地方就是和竹有关的竹之乡了。这竹林遍布啊，是大坑山区的特色。而进到竹之乡，宛如来到了悠然的竹世界。店内的景观全部是用竹来布置的，在这用餐品茶，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悠闲。这儿每一道竹料理啊，更是精心研制，清爽不腻，美味可口。无竹使人俗啊，这蓝队是该培养一下气质了，待会儿呢就跟着他们一块儿来逛逛竹之乡，体会难得的悠闲吧。欢迎光临，馆主好。大家好，我们这个店哦，是当初想说把它进一个环保一点的店，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徐俊阳局、徐大哥还有几个朋友，大家好，还有洪礼洪先生，我们集思广益，然后就从废物利用开始，这些。要融入服务是我们从那个台中港火力发电厂出来投资，开过的车去把它捡回来，对对对，然后把它整理整理，然后想说那把它定成就这样整理过吧，对，那我们就把它组合一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好多圆牌哦，200年没看过圆牌。哇，好酷！拿标，拿标，拿标。然后前面这台日据时代的脚踏车，哇，我从那个旧物商买来不能骑，然后就把它整理整理，可以骑，现在好像就可以骑了。啊，看这个。哎，这个拖鞋多久了？这是40年前的，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店要叫蜜蜂？因为以前这个店叫蜜蜂，它是卡通造型的。嗯，对。我们把它重新装潢。因为我住在这附近，真的。对。李麦克。然后那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脚踏车车牌。哦，对，脚踏车以前有车牌。哦，对对对。咦，这是脸，Debbie的脸，曾国城的脸。好，那李大哥呢？他是这个艺术创作家，可以用铁丝粗细不同的铁丝来做很多造型，不同的一些人偶的那种样子啊，或是甚至弄一条龙，非常非常的精美又漂亮，精致非常精致哦。那现在呢，在这边呢，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进行了。好，那我们的开始游戏就是师傅的人两两一组，用铁丝折出对方肖像作品，获得老师认可即可过关。对，好，现在是。现在做这个脸呢，我可以边动手，我可以边动，也可以可以。就是说，你等一下要做这个脸，那脸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这个外圈的轮廓，轮廓，先把轮廓做起来。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啊，鼻子接上来的眼睛、眉毛，那鼻子接上来的眼睛、眉毛，啊，鼻子、眼睛、眉毛要做在一起就对了。这只是一条线。那就是一个鼻子的大概的形状啊，等一下你们可能要做比较细一点，再过来自然就是有一个哦，漂亮眼睛，然后再往后边，可以，这样转出来的结构，哇，这样就是一个脸。老师声音麻烦大一点。那就是一个脸的主要形状，其实它只是一条铁丝而已。我的特色是什么？跟猪没什么两样。怎么这样讲？那你尖嘴猴腮？可以啊，那你要做得出来。做成猴子啊？那你要做得出来。对方的特色。
我其实本来是想做一坨大便，因为大便另外一错，其实我想做那个米其林。因为阿布就是米其林，对，王耀庆有一个绰号叫阿布。好，王耀庆呢的绰号我们不能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老婆，我们都叫他阿布一声。哎，对，阿布很害羞。啊啊啊！哎，你好，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猪猪酱，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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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坐啊，入内参观，走。对，你坐。诶，甲恁介绍吼，啊，本店拢是甲德有关系，是啊，吼，食的嘛是，用的嘛是，坐的嘛是，看的嘛是，啊，跟食衣住行都有扯上关系。啊，这个竹筒饭哦，是生米在里面煮熟的。你们要既然我要请你们吃东西哈，先帮我们做一个工作好不好？好，可以啊，好不好？你要怎么样？你想嘛？哎，等一下，因为我们做饭其实要用这个把它套好。好，哎，好啊，你们来玩玩看好不好？好，其实都乖乖。老板，你一定要冷静。你气场。我怎么最近碰到都是这些老板？你看，我先表演一次给你们看呐。好，你一定会的。好，我当然会的。我当然会跳。我当然会跳了。你看啊，好来。好，跳得好啊。拿到这个，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哈。拿这个橡皮筋，这个橡皮筋哈，橡皮筋要跑到这个锅里面去啊。好，每个人来一个橡皮筋，一次解决啊。一次套上去就是。这个是两张，两张。我就看你有没有在注意我。我知道，我看你有没有。知道我们家没有经验，套不好。哎，不错哦，哎，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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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成功，成功。为什么？厉害，厉害，厉害，不错，不错，不错。在沟里啊。手有巧劲。奇怪嘞，你被套子套的这么近。他今天在。我就套20点了。当蓝队手忙的时候呢，红队也没闲着，这几个见面都没好话的宝贝呀，又会把对方折成什么德性呢？哎，我看那眼歪嘴斜是免不了的啦。我说的是丁尼啊，原来丁尼是男生哦。看下面。我要买硬币胸部啊。因为受朋友所托，一定要强调他女性化的那个部分。其实他神情表现得很好，虽然他没有做那个眼睛，但是有啊，他眼睛很小啊，很小，对，就是他没有把它做出来。对，有没有礼貌？不是现在眼睛会大一点吗？在他对面，他一直头低下在工作，所以他看到的眼睛其实是一条线，所以他刚好表现得很好。好，不错不错，可以过关。谢谢老师，有没有波涛汹涌的感觉？有。老师很开心的。对啊。老师，第一 ，Baby， 没有眉毛。因为没有化妆前的 baby， 所以我没有做眉毛。第二，我有，我下次一定要素颜上镜。因为做这个之前 ，baby 骂我，所以我把它做呲牙裂嘴，所以我也不给他头发，我给他光头。解释一下，你给我说好一点，不骚。我不敢说。从那个脸里面看到是一个很 OK 的一个状态，即使里面再怎么样的凶恶啊，或者说再怎么样的。变形啊，搞怪，但是其实这个圆是很喜欢的，所以给他看过。老师对我还不错，讲解释的很清楚。这要留起来，这一定要留起来。好好换 David， 真的，我个人再讲解一下好不好？这是今天的第一名，真的。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其实呢，汪建明为什么嘴巴张开，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开口，一直在骂人这样子。我哪有骂人？你哪没有骂人？你连叫老师都叫老师小心。哇，这个戏剧就是今天的冠军，不管他的好坏与否，真的。他整个型，整个，而且近乎1:1的比例，对，大小都是非常像的。你看，刚刚鼻子都太大。不是，对，他完全把握住。就是这整个铁丝玩偶制作的那个方式跟过程，对。拿一个南瓜出来干嘛啦？王耀庆长肿瘤啊！这怎么看？这怎么看？快了，开始。OK， 然后。哎，这辛普森你不觉得吗？对，王耀庆讲一个重点，因为其实他就很像辛普森那个贱小孩的样子，然后辛普森就是这样，巴克辛普森啊，就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感觉，这个不是重
平常什么时候做这样的动作？不是，你就是这样子的人。我问他，快点。好 ，OK。Check it out, man。这两个人做的真的是很像。对，就是他们。哎，奇怪，你看我们真的，哎，我们四个真的哈有比例耶。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那个精密度都比较高。对。那他们两个就是这样比较扑咚扑咚这样。大家听到了吗？今天这两个队员。等一下。我们很认真在，但我们都巨蟹座的，所以一样乌龙哦，开玩笑。哎，你什么座？我也是水瓶座。哎，搞小团体就对了，是不是啊？这个软骨肉。哎呦。我们现在先吃这个叫做竹筒蒸，它就是来，它就是有竹子的味道在里面。哎，对，那这是什么竹呢？哎，孟中竹，孟中竹，对，这个在这个软骨肉，红烧软骨肉，软骨肉，软骨肉。哎，你把夹一点，这骨头吗？骨头啊，这个就是蚝有损尾，竹子我们特别选那个竹子最尾端的部分，又 Q 又嫩的哈。哎，这个就是损尾的。筷子，这个是我们本地的特产，那筷子可以用。哎呦！哎呦！为你介绍这道菜叫竹筒烤白菜。对，嗯，它料理有，它材料有竹筒，竹筒烤白菜。来，这个竹筒的。OK OK 啊，哦，你们竹筒换真好，你们竹筒换真好。来，过去。竹筒换真好。来，对，竹筒，对，好吃。好，嗯，竹筒，所以它这些竹筒都是自己做，自己去砍竹子来用的。我们去测人，对，这个是，反正到时候你给他这个，来倒测，好不好？回头，你给我看一下，然后站个那种很有杀气这样。现在不够讲。小心哦，慢慢走。两根就好了，两根，请叫那个帮忙拿。什么？你要我们采哪一种？来，这边要把这里一根，啊，那里一根，两根。你要采竹子嘛，是吧？对，采竹子，对。照理说应该是锯的啊。两根要拿那种拉的那种。我来。两根可以对拉，撑住。啊！好可怕。竹子大概要几年才可以开始才采？四年就倒。竹打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大哥，好，等一下修，要把那个竹叶给削掉。现在把它修剪，是不是？用力！加油！小心你的脚，哎！上面点，对，上面点，对 ，OK。好，不错，不错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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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玩哎！突然很出来哈，你好，这次说红队队员呢，你们都做得很辛苦，第一次做这样成绩不错，都可以过。谢谢。谢谢雅思。那因为刚刚大家都很辛苦啊，所以呢，现在呢，刚刚也认识江大哥了，对不对？对。江大哥呢，除了是这家这个休闲餐厅的一个负责人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专长，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他非常了解命理，而且呢，他可以用你的电话号码、你的车牌号码乃至于你的身份证号码，替你们来了解一下你们之后的运势如何。真的吗？那么呢，因为刚刚大家也那么辛苦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请江大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命理的内容，然后呢。也请大家喝一点这个下午。耶！今年这支电话号是蛮典型一个一本万利型的一支电手机号码。哇！因为他本身从事演艺界，然后就这个号码，然后就是我在这边先恭喜他演艺的这条路走很顺，很辛苦，所以会赚钱，很辛苦。是从此之后会很顺，还是一直都会很顺？一直会很顺。哎，老师这个随便算，这个随便算。赵总，等下你可以好好走出去没关系。铁头先生，恭喜你，是一个蛮谨慎的一个人。其实你这支号码又透露一个讯息，就是说你是一个稳扎稳打型的，然后不会随便的做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然后危险的投资，还是一些事情。然后
只要你秉持你这个状况下去的话，我恭喜你，你也是非常的顺，一定会很好。那因为他这个看这这地方好吗？比他差一点，比他差。那当然看得出来，他算95分对吧？那我的大概几分？65有的。80分。老师来麻烦一下，我的手机号码、家里号码、传真号码，还有我的身份证字号，还有我们家车牌号码，通通不能用。我反过来讲好不好？这台车的车牌是谁来开的？我跟我先生啊。这台车牌一定要好好开，这车牌真相当的漂亮，赚钱持续而且很久，然后赚自己有 power 的钱。但是蛮可惜的，从你的手机和你的家的电话，这些电话来讲，这讲话还有蚊子。这两只电话来讲，都是刚开始不错，然后但是会往下走，就是配不上你这支车牌，所以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机会换电话。小姐，恭喜你！你这个身份证照是走老印的。要多老？准多老？以后你老以后躺在家里吃青马上要开始走老，马上要穿。等一下，你说我老了以后躺在家里怎样？对，请五个备用。可是老师，我那个躺是健康快乐的躺吧，不是受不了的。对不起，真的，我也有一点稍微有点研究，你这个走老印的。差不多120多岁的时候运就来了，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其实蛮像，就是爱耍流氓，这个蛮固执，蛮自我固执的，蛮固执的，蛮固执的，对，然后蛮自我，然后能力蛮强，体力又好，身体又好，一切都好。你干嘛给人家偷萝卜丝饼呢？体力好，身体好，可是你吼什么？你挫赛了？不是鼻子做大就好，好不好？不是固执，而且你这人蛮会照顾人的。为什么？心蛮软的。蛮软的。心蛮软的。体力好没有用，但是蛮软的。心蛮软的。蛮软的。要讲几遍？谢谢江老师，真的。谢谢老师，谢谢。来，我们先。老师，有事我回台中来找你。好。恭喜红队队员哈，终于过关了。耶！谢谢。这是你们的1/3藏宝图。恭喜也算命也吃过饭的红队啊，率先获得了1/3的藏宝图。对于红队队员，你们的这个下关提示呢不在我身上，麻烦各位队员呢吃饱也喝足了哈，现在呢发挥一下体力，请大家到这个中友百货那里呢，有个人员呢正在那么大，正在遛狗，现在直接去中友百货找这个。中友百货，中友百货，谢谢。在他身上你们的下关提示，好，恭喜你们。奇怪了，怎么会有人在百货公司遛狗呢？赶快去瞧瞧看吧。这棵很漂亮。好，那我们就上去。好 ，OK， 好，走。好吧，让我们来玩街机。这是什么游戏啊？那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举手投足，轮流进行竹竿舞考验，每碰到一支杆子，举起就出发。来哦。谁让你提早出院的？你这整个过程像是可以出院的人吗？进去。You see, baby。我优不优秀？不错。有人打扮这么诡异，在街上闲晃，说是谁给你这种勇气的？不要了！起来，快起来！好提示啊，快点啊！走！哪个？这是我们的提示吗？哦，里面不可以哦。哇哦！这是你的作品吗？嘿，这都是作品嘞，这是他自己的作品。不是，干什么？要跟我们一起看，对哦。
是呢，不让我看是怎样？哎呦，这份谜面还真是长啊，足足有1公尺那么长。不过大家别想太多了，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国字拆字题，你只要稍稍动动脑，难不倒你们的。来，给我，给我，来，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诗，诗，上面，上上下下是卡吗？这是一个字。卡米子艺中心，卡米子艺中心。咪的啊。好，这里是1米，米一米一米，快快快，长米，哇，谢谢，不知道是你们太聪明，还是题目太简单呐？没错，这上加下是卡，一公尺是一米，把米写在这里面，不就是米了吗？加起来就解出了位于台中市五权路上的卡米纸艺中心。这家店内啊，所有的材料和作品呢，都是以日式的折纸艺术为主，从大到小，每一个作品都有浓浓的日本风。大家一定也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原来啊，简单的一张纸呢，也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精美的艺术。全部用的都是竹子，你看看，对，以我们来搭配我们的身高，你给我们来表现好不好？啊，好。我这个老板跳一次，来，来，跳一次。老板，如果你有输，我们就照打。对 ，OK 啊，都照打。好，没问题。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解一下事情，你在那边的时候夹不到，如果你没有蹲的话夹得到你吗？刚才都是我在动，你有在动吗？好，给他拜鼓励鼓励啊！好，辛苦了，过关了，过关了，辛苦过关，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过关过关，过来大坑走走，好，感谢你们很辛苦得到的宝藏鼓。恭喜和头脚并用、合作无间的蓝队同样获得2/3的藏宝图。谜面还有对，谜面就藏在竹子会长竹笋的地方。会长竹笋竹里？没，要去找。刚那个园子吗？刚那个竹林里哦。对。你看他躲那么久，一定在那边。好，我跟你说，这边整片的竹子，整片的竹子。都有长笋，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干旱，笋子长得并不多啊。你们只要找到竹笋的地方，找到笋子啊，然后你们就长到你们的藏宝图里面。我觉得这个图的图有点快啊，哎，这边诡异歪。这个来吃啊，不一定要抱竹笋啊，不一定只有那。对，不一定只有那里才有。那两个人。有两个可以去那边吃一个，放开了，一半米面而已。这也是小心哦，不要弄到竹子弄坏了，竹子很硬。这有一个尖尖的笋。五岁吧，哎，不要把笋给弄坏了。好，我们动，35岁吧。找到了吗？还在挖竹子。
前面是折纸，折纸，这边是折纸，这折纸的艺术。那你看，这是真纸。对不起。哎呀！这折表现了很多不同的面貌，那这是折纸。在日本，他们对发扬折纸艺术或是在纸类作品上的变化可说是包罗万象，甚至呢有许多人平时就沉迷在纸类的创作上。相对的，有关于纸的作品种类呢也是千奇百怪，应有尽有。你们可要仔细看看日式纸艺啊有哪一些折纸的技巧和不同之处哦。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是怎样？这是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好，大家好。然后待会他会教你们一些折纸的技巧。不过呢，你们现在先入座。好紧张哦。先入座。没有，这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件事情。看不出来。你们先一人选一张纸，然后我们折那个你们从小到大的童年的回忆，你最喜欢或者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加油啊！回家，回家，离别走。又怎么一直要坐火车？好。哎，你真好，你真好。这个是我刚砍的，漂亮。那个，坦白说哈，你这样砍有点太浪费了哈。现在下面还有更好吃的。好，你看，你看，是浪费了吗？对，太早砍掉。对对，你应该再砍下来一点。哦，赌博开，赌博开，赌博开，对，赌博鼠，赌博鼠。哇，这个很对，这个笋很大哎。哎，对。难怪一直往下捂。厉害！吼，凭你们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部首拆字题吧？不要想得太复杂，否则很容易落入圈套。道义分明。我今天为什么会一直拘泥在他的字，他怎么解？如果说刀跟疤分开的话，然后布也是，这边也有一个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把口交下来？土民土基层有没有口？我们先去看看好不好？不如先走走看，不行的话，三分钟下来再解。口放在下面，倒不如在这边耗也是浪费时间，反正没经过。好，对不对？试试看了。倒不如分离，分这个字是这个上面分刀，你知道吗？然后就分剩下一个字。我看剩下一个字，20秒。20秒，我们看看剩下一个字。有个字的东西。口放在面的下面。10秒。阿九。八。在的下面。七。字。六。可能。五。不是字。四。三。二。哎。各位请不要不对了。答对了。没有。答错了。不对了。错啊。啊，请下车了。快！错。下车姐。把分这个字倒过来，倒这个字把分这个字解掉，分是什么？是人跟刀，人跟刀解掉，只要是刀，剩下字，所以它剩下字，有没有？口放在下面，放在的下面，在的下面。如果把这个东西变成口，幼稚，幼稚园。哎，艾米儿幼稚园。好，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啊，再下来一次。我觉得这样解释最屌的，目前为止，蛮合理的，我觉得。果然这姜是老的辣，还是沉沉英明啊，马上就发现了各种玄机。是的，口放在的下面，不就是右了吗？道呢，将分的两个部首人和刀去掉之后，就只剩下智了，两个加起来就解出了右智。真亏你们还想了这么久，还下车重解，丢不丢人呢？我们看到是在台中地区非常具有规模和教学特色的艾米儿幼稚园，这边呢不但着重学龄前儿童的各项才艺均衡发展，也充分让小朋友每一个在自然导向的学习环境下快乐的学习，相信每个孩童在这儿呢都能够得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对啊，说纸做都是纸做的。不是，听我说。好了，听关主讲话好不好？听话，乖哈。我们。谢谢。没礼貌到了七天。好，我现在要教你们。我没有那么厉害，刘老师要教你们做花瓶。
各位同学，这是雕塑纸，我们要在折之前啊，我们要先用水，它稍微自己喷到纸上，稍微喷湿。好，那我大致上，因为你们纸上都有事先折痕了，是。好，那现在你们先跟我拿这样照了它的折痕，这样子慢慢再将痕迹把它补充，对，把它补住，把它变成说更这样子，照了它这个三角形，对。然后呢，你们现在呢都折好了吗？对不对？还没拿那么快，我已经没有急了。请你帮我，再帮我一忙。对，各位，好，可以，好了，好了。好，然后你们自己选一张。这个纸好漂亮。对，选一张你们喜欢的纸，因为你们花瓶要有花色嘛，对不对？对，没错。对，你就选一张你们喜欢的。在旁边，我们自己来。好，打开来吗？那在打开之前瓶的时候，来这边有这个，麻烦你们一人一支，然后把它全部平涂刷上去，浆糊，浆糊涂在白色的。涂满吗？对，把它全部平涂。我是小资。好了好了，快点。好了好了，后来你有没有选自己喜欢的纸张？有，就 OK 吗？然后把它摊开这样子，要很平吗？对，要平平的哦，这样子。从一点点开始吗？你就是把它盖上去。整张盖上去吗？可以的话，你可以盖一半就盖一半这样子，盖一半就不要浪费。这个纸有没有正面、反面？没有。嘿，对，像你这个你可以挑它的花色，因为它渐层，你可以自己选择。对。它就在现在中间了。对，它这个做得很好，这样子，然后注意看哦，现在要开始把它收成这样子的管状的立体。OK。好，那就是因为刚刚那些折痕的关系，所以你慢慢这样子，从中间这样，这样子。先从背后这样子，这样子点，它就会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是吗？对，我从这样子吗？然后，对，再把它那个开口这边把它，上面是一个四角，这样就出来了。老师，上面是一个四角。欢迎蓝队哈，来到我们艾米尔幼稚园。好，来到台中呢，会来我们幼稚园，是这个学校应该有特别的地方。有。对，那我们在旁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大家长，艾米尔的园长，好，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园长好。来来来，那我们现在请园长呢，就带我们进去来参观一下这个学校。好。好。好好，为什么这边叫做旅顺分校呢？因为艾米尔一共有三个学校。三个。对，在北屯的旅顺路，所以我们是把这个北屯的叫做旅顺分校。哇，好猛啊！这个好好玩。哎，我们可以下这是室内哎，哎，这个好好像室外一样。对啊。这是真的大哎。孩子的作品，那有时候是老师跟孩子一起的结合作品。那这是我每个月会展一次。高老师好。最大进步是小朋友在搬的过程里面，他就所有的感觉总和通通在运动，然后他可以做一个跟食物一样的大小。那对小朋友来讲，就是他生活经验的呈现。那这个，比如说他们会跌。就会造成一辆车，他自己就在里边开车，会造一个滑一个大楼，对，就是跟一般的小积木不太一样。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还有红绿灯交通号志，哇，我们选区啊，我们做设计都有各种不同的材质哦，你穿在看就想穿，不同的道理，不同的材质穿在看，十一二三。跟他们你要掌握方向，还有平衡感。他对孩子来讲，比如说你看到那个独木桥好像坡度不高，可是你等一下跟孩子骑，他就要骑在上面过那个独木桥，他的平衡感要好。还有要小的孩子，对对对，多好的一个孩子。然后我们顺便把一些交通规则就融合在这个情境当中。完全哎，还有水呀、啊。玩沙对孩子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末梢神经的聚点，事实上末梢神经的发展刺激指尖啊，对，会帮
出来。真的吗？真的。对。那这样子，初姐，她有包括让孩子去塑造一个她想要的东西，在雕塑里面。看孩子，孩子看不到你，然后像就是说父母亲啊，如果担心孩子或是想看孩子，又不想干扰他，然后他就来，对对对，他就在这边可以观察他。这设计的好特别，就当你要问犯人的时候用。是侯老师，对，侯侯宪尧，对，你怎么认识？哎，我不认识的，因为我有孩子啊。他在干嘛？我们在跟小朋友在聊。在聊他的作品，他会跟你聊他的作品吗？分享，分享，我们很感人呢。也会聊。我跟你讲，我的创作是这样。哇，好长的一条龙啊！这不是龙，那是蛇。是，这是我们的陶艺林老师。啊，老师，林老师，好，来林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有这个。那你在做什么？你这个一坨一坨是什么？啊？这是龙，这是小白兔吗？那是什么？那是老鼠。你看不出来的啦，那这一定是，这一定是便便啦，不是便便啊。那这是什么？含羞草啊。这好漂亮。好说。Come on， 红队的 baby， 来看看，多多指教，合力折纸，复制可爱的嘉宾作品主题演出情境剧表演，获得认可即可过关。好，你们等一下，一人折一个作品，然后刘老师会在旁边指导你们。嗨嗨！哇，看不懂哎，怎么那么复杂？有基本教法哦。对，好，预备折线。对，折纸的时候，这个基本折线是最重要的。嗯，你翻开每本折纸书，前面一定会有。对，那我们现在这边有这个折纸符号，当你在折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哎，糟糕，你不会折，你可以偷看一下这个折纸符号，这样。好，大概就这样。曲线。这个是。老师，这个纸不太方正哎。嫌弃你们家纸。再一个十字，然后呢，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小的这个。这个先对齐到这边，取它的中间线。这样，对。好，然后先把你从这边，另外一边凹进去，对，这样子，你就可以完成了，加油！哇，放进来。哇，我们折错，没折对。这样子，打开了。对。然后再折下去，对不对？这样子哦，翻的，对对对对对，快完成了！哎，我们看到学校这么多的设施哈，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要带大家去看，还有秘密武器，而且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个剧团的那个同学已经在那边等大家很久。有这种事情？对，我们赶快来去看。
在大开剧团创作俱佳的表演下呢，蓝队的队员也和小朋友一起看得笑哈哈。只不过喂，你们看得还挺投入的嘛，还真以为自己只是来看表演的，没那么简单，赶快揣摩人家的演出，待会儿恐怕要轮到你们粉墨登场，要把小朋友逗得开开心心才能够过关走人哦。啊，小朋友，你们是谁？你们等一下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帮我们做评审，对不对？如果他们今天演得很好的时候，把刚刚那一段演出来，把他演得很好的时候，你们要发出什么声音？可是如果有一点点不是很好，该怎么办？OK， 所以非常的清楚，四个同学欢迎接受我们的考验，请上台。OK。一路闯关，又唱又跳的蓝队呀，这会儿呢又得演戏了。这对浑身是表演细胞的蓝队队员来说应该不难，不过这小朋友的反应很难捉摸哟。这一关会不会他就替班啊？哎呀，看他们给不给面子了。他这个很好，茶几上面有变化。圣诞树节，这个圣诞树那么大，这很明显这是一个仓库啊，它不是一个家。好，西瓜在上面。哦呀，大伟姐姐快点嘛，人家小朋友等好久。好，我们好了，好了，对不起，我们好了，床快点床。床在这边啊，床在这边啊。OK 了。好。好了 ，OK， 来吧。准备好了吗？来。好。我要请你要做什么角色？快！他是配音音效。我是在黑夜中闪烁的一颗星。好，快点，快点。好，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华明传奇的红队，今天要来跟大家演出的是《Hello Kitty and Daniel》的《胖达奇遇记》。奇遇记。好。装鬼。有一天。在一个晚上，有一颗闪烁的星星。Daniel 正等着电话。等谁的电话呢？等胖达给他电话。对，因为胖达呢，本来应该要打电话给 Daniel， 要跟他来约，就是要跟 Hello Kitty 一起出去玩。可是呢 ，Daniel 左等右等，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电话，所以呢 ，Daniel 就开始拨电话了。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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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干嘛？我那瑞瑞超我讨厌，不挂电话。那就拜。这个时候，星星就掉下来了。这个时候，胖子突然想说：糟糕啊，我跟丁友约好了，我怎么会忘了？赶快打电话。于是 Daniel， 于是 Daniel 生气了，就把电话线拔掉。因为没有电话线拔掉，所以胖达都一直找不到 Daniel。好，既然找不到他，我去他家好了。咚咚咚咚咚咚，叮咚叮咚。Daniel 在胖达来之前就离开了他们的家。叮咚叮咚，怎么都没有人在呢？这时候星星，星星说。Daniel 很难相处。你们看了哦，注意哦，好，请掌声鼓励，谢谢。我去你的蛋炒饭，我去你的叉烧饭，我去你的排骨饭，我去你的鸡腿饭，去我去你的全部都是饭，我去你的猪八戒饭。我去你，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去你牛腩饭，我去你肉干饭，我去你猪排饭，我去你猪头饭。哎呦，你怎么了？死了！怎么了？我家怎么可以死人呢？啊，我家怎么可以死人呢？现在的这首没有音乐，来点。人工呼吸法，第一，请检查罐子。
再说啦。这个时候 ，Daniel 拿他的关刀。混蛋，我今天一定要跟你一决高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时候再问讯，哎，你胖达，等一下，等一下，胖达弄好。不要不要不要！胖达，站好，胖达，你给我站好。我已经站好了。不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等我一下。说什么？为了在这么多小朋友面前给你一刀。医生，被你把卡洛琳给杀死了。星星，星星说对不起。故事的结局就是胖达跟 Daniel 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了。谢谢大家。等一下，我的圣诞树还没有拿出来，你们故事说好了。走，大家有看过一连串的流星？好，谢谢。觉得我们过关的，举手。小朋友以后将来都会很大的作为啊！那你们通过了考验，当当当当，奖奖奖奖！第三个三好的，谢谢。恭喜不知道在演什么的红队率先获得了完整的藏宝图。这是一个座子，对对对，座座蛋座，有就是电台的蛋蛋蛋，然后这是架子，这是一个蛋，紫色的啦，紫哦紫色紫色的座，电子。激光电子街，激光电子街。最后关头啊，咱们的 Debbie 也是有智慧的了，一旦加起来就是电了，配上紫色的底座，答案就是电子喽。这个激光电子街呢，是经济部于去年规划的新形态商圈，仿照日本秋叶原的商业模式，希望将早期的商业中心与新科技结合开发，规划出具有特色且集中的街道。这红队呢，率先抵达，能够顺利开宝箱吗？找这个人，谁？这是谁？这是谁？在哪里？在哪里？问一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讲。谁？在这里。这个人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在哪里？没看过，没印象，没有。张姐，这边这个人，这个是谁？这里看一下，没关系，要看一下。这是那个那个电子街的主委，在哪里？金曲音响的老板，在哪里？金曲音响的老板，谢谢。金曲音响在哪里？第一间转角。转角第一间。你好，哎，欢迎。这是你吗？你好。好可爱哦！是，阿姐，就是我，欢迎，主委好，电子街目前是由这个营建署斥资新建的，那么是由经济部商业司所辅导的一个专业的这个电子街区，是，哎，那么电子街目前在。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哈，就是说从电子小零件开始，一直到大零件都有，不止大小零件都有，电脑、硬体、周边，还有这个家电产品、数位相机、数位摄影机，还有高科技的产品，电浆电视都有，大家想要什么应有尽有。可是诸位，我们刚还拿到一片太光碟片，这个要干什么用啊？你们今天来的哈，既然来到电子街了，那么。我要有几个问题来考你们喽。好，来吧。这里面光碟片是题目。题目啊，看一下。麻烦你们了哈，你们要自己要记得。这个是红队的吗？这蓝队，这我啦，有我啦。哪里？日本啦。日本啦。过了吧哈。哎，这日本。东京。这个是。啊，这是
屏东。刚才也是高雄、啊。是屏东。屏东在屏东，这是屏东。刚才第二个是高雄啊。没有没有，这个啦，这个没有啦，第二个不管的啦，这是屏东啊，对啦，这肯定啦，对啦，肯定啦。这个哪里？这哪里？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确定是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哪里？因为还有那个是。马来西亚什么地方？我跟他兰卡威。兰卡威啊，马来西亚兰卡威，因为它是鲈鱼池，对。好 ，OK。兰卡威，马来西亚兰卡威。好 ，OK，OK，OK。好， okay, okay, okay. 好，开始来吧。第一个是日本的台场，来东京吧，东京。耶、yeah. yeah. ！恭喜你。来，再第二个是屏东的垦丁。耶、yeah. yeah. ！耶、yeah. ！答对了。恭喜你，谢谢谢谢，谢谢，就是你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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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老板谢了，不好意思，诸位，我们先忙了，谢谢，先忙了，走走走走，看我看我看，拿过来，求我，求我，求我，不要，求我，神经病，我求你，我求你，快点，快点，求我，快点，开开，藏躲起来了。一二三。别过，我再加一点心。来，你没有眼镜，看我再加一点，然后在地上踩踩。哎，赶紧，赶紧！哎，神奇的勇将，我们真的快要消失了。快点，快点！哎，快收起来！我跟你讲，其实我今天在踢球，输的话。我们三个真的朋友不要做。收起来。